早些留言，就说诸葛亮跟我有密约，要图谋自立。你想回荆州，你走都不走，我跟到你。你是不是盼着我打个早死呢？满殿的都知道了，太上有自立。你今天捡起来，他明天还要来撒野的。一定要把刘备和五妹劫回来。谁敢？我就取下他的项上人头。刘备，快下马收服吧！主公。 国家军事有言，不及伤情未愈，不必和我们交战。杀！放心。未来娱乐台。